Hello， 你摸摸看有没有肿块？要怎么摸？你就直接伸进去摸就好了。平常对就是乳房的就是保养或者是检查你有在做吗？有，平常洗澡的时候都会自己做。对，那因为我之前也有长过纤维囊肿，所以更重视这一块。对，每年也都会定期追踪。那有被男友嫌吗？当初就是男友帮我摸到的，所以是男友帮我摸到，有你的胸部怎么会有奇怪的就是肿块，然后他提醒我赶快去就医，我才发现的。所以更应该让男性朋友知道，你要帮你的伴侣去检查。那这个箱子，你要不要摸摸看啊？如何当个？有，你的右边。对。那以前你的同好就有看你直播？有啊，他们就说，转换跑道不错，对，还是会想要跟他们聚聚这样。粉丝们都很慷慨，谢谢他们愿意支持我。对一个尺度没有那么开放的主播来讲，那网友给你们一些什么建议？有啊，他们都叫我记得去整牙。那我等我钱赚够，我就会去，我会做到的。粉丝有没有说过什么话让你比较印象深刻？印象说你龅牙。就其实因为我尺度没有那么大，那如果有人会在直播上就说赶快脱啊，其他主播都脱了，你为什么不脱？那粉丝都会替我护航，我就觉得很感动。大概尺度到哪？比基尼。对，比基尼就是我目前最大的。好好回去检查一下，谢谢。Hello， 你摸摸看有没有肿块？要怎么摸？你就直接伸进去摸就好了。来哦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这边还有一个箱子哦，想要体验的民众可以过来哦。尝试看看，来。有摸到就可以了。本人和网络上都一样，蛮好看的。你的邀约是不是目前是失败的状态？对，因为他说过。他是看长相的，直播上有这样说啊。你有想说，不然你开一个价钱邀请内内跟你一起拍摄这样？拍摄什么？变成是不是互相这样子，是变成是你邀请他来你的合作案。合作啊，那可以。那你觉得你愿意喊价多少钱？喊价5万左右吧。今天郑嘉华有到现场来，想要邀约你拍片？没有，我没有这个打算，谢谢。